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古典乐坛有新世代小提琴女神美誉的四下真理子，她的气质出众，长相甜美，加上琴技了得，相当受到乐迷的瞩目。今年五月中旬，她将二度来台湾，她跟旅美钢琴家陈涵联手演出，为台湾的古典乐迷带来一场兼具视觉跟听觉的音乐飨宴。全神贯注跟着乐声拉出动人旋律，她是四下真理子，被日本古典乐坛誉为新世代小提琴女神。与创作女王中岛美雪隶属同门，四下真理子五岁开始习琴，2004年获得东京音乐大赏小提琴组冠军，取得和日本知名日裔小提琴家舞蹈绿在日本放送协会演艺大厅同台演出的机会。之后又分别在第八届和第十届歌山音乐大赛中夺冠，琴艺备受肯定。的琴技加上出众气质，广受日本古典乐坛注目的四下真理子，今年五月中旬二度来台，与旅美钢琴家陈涵联手演出，届时将让台湾乐迷一饱耳福。记者谭一贝综合报道。侯友宜他到宜兰，他跟